个大仙，才手下留情啊！人若是一晚不可再失信，会当这老爷性命。所以，想要讲这个，我来收拾伊，过一日出门再来讲情，就由你最重啊！那个国家的那个修订，你落去等下会会三走啊！我唔对，小姐，我知我唔对啊！希望你们总别违法，以后我细心修炼，不可伤害性命。我问你，阿爷老人家怎做嘞？已经被我关在无间道，不如换出路王，阿妈的不用。我来是路王，现在伊总是因为误会，这是怪的。但是妖怪不应该要了来的是阮师徒，刚才金家大仙大姐相助啊。既然是安尼，我也不应该为了一时的贪路啊，当下点做这个大赛，去祭祖点做女人歌，才会了出这款的事规。同君结婚，点在此地，尽上义礼呀！原来如此，感谢努力队，这是如何来温度？同天同君结婚，免得受气。另外一路，这是我公司风所在出镜，小梦这是金鸡大仙呢。在哪里？这路这么顺风顺利呀？对，这是你去也就是最上下。Yeah.